大家好，这其实只不过不行，那个啊，今天这部影片其实只是一个那个试录的影片而已，所以乱录的而已。我只是想要看看这能不能录，因为我换了一台电脑了，所以。能不能录？现在还不知道。好。我刚玩这个游戏是那个马六有加上一个传送门，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方便性大增。好啦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其实这个传送门有时候也会用到一些用处，例如说，你想要转移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了，应该说，然后我现在玩的是这个1985，这个超级马里奥兄弟的这个地图。其实你可以自己去网上面下载地图，然后把它放进去这个游戏里面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放，我只知道可以这样。总算麻烦。这次的问题是完全拿不到，完全过不去。被他阴了啊！好吧，我想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死这么惨，蛮惨的，真的蛮惨的。我怎么被弹出去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刚刚发生什么事？看不懂。好啊，其实你可以走这种在天上走这种捷径，但其实这个游戏有一个秘技。我觉得你们应该都知道吧，你跳不上去。可是这一次就是那个，就是这个穿墙，这个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然后这个是一个负一关，然后这个马里奥传送门，其实你在这个地方进入负一关之后，在这边用 quit， 那个吧。这个，按第二个这个，然后再按 continue again， 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你自己就跳84。这是我在网上面发现的一个秘技，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我叫六，哦，关，没进去。看我怎么把你们这些小家伙给干掉！飞鱼，河里面也有飞鱼，不合理呀！这，我真的越来越看不懂这个游戏。等等，快点给我！这火把很讨厌呢，这火球呢，无法说出来的烦。这个地方也很烦，因为你要用这个。等等。好，等一下，放在这边，啊，让他自己去跳哇！
我不想去。什么鬼啊！没有这么失误了吧？好吧，一直倒跳，再好吧，再蛮有趣的。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一直念错台词？为什么？还有，这是我第一次录自己的声音。所以录起来怎么样子？我真害怕。哎，火！你这花，快点给我下去！你这阿花、啊，搞什么？我好想要把这边所有的怪物全部杀掉。这。我真的很讨厌水关，他们又慢又蠢，我都不知道这是搞什么。来了，进去！失误！喂，我都不要失误，你这死库巴了！好啊，这一次我换别战略，你又怎么样？奇怪，我看别人玩都很简单，为什么我玩就变得这么逊啊？神奇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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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的恐怖的水关又出现，为什么魔王关一定要放入恐怖的水关呢？我真的非常讨厌水关啊，根本就是垃圾嘛！搞什么、啊？真的不想看到水关，看到水关会很烦。他们又慢又蠢，要我怎么要看到水关要我怎么开心？不过，不过看到水关应该是不会开心的，尤其是我最讨厌的就是水关跟魔王关这两关，我都很讨厌。小心！好了，我不玩了，谢谢各位。